这辆车它三十多年没变过。都说我是这个逃出来的，是神探难民。我听到的这个世界，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呢？既梦幻又真实。Struggle。没有这张照片，就不会有这首曲子。他说中国没有民主，我当时听了以后啊，我是有点生气。我们中国的老百姓，他有机会、有权利参加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。我们这些个群体的声音，怎么样才能够被听到呢？